好啊。我再下個禮拜先啦，即係你哋話喺度，今個禮拜幾型？今個禮拜日飛去台灣，翻嚟日，轉個師奶再翻嚟。订翻个袋迟啲系，袋上，该晒该晒。唔系喎，翻工嚟，系啊，翻工嚟。都算啦，系啊。你可以一系去埋前面啦，唔该。哦 ，OK， 咁你靠佢啦吓。七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我冇啊。小心篤篤親啊！呢個好，請大家全部嘅朋友等多一陣啦，我哋仲有其他議員咧趕緊嚟嘅。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挺直少少嗰個 banner？ 唔該曬。都唔夠歪都，係啊，唔夠歪，係啊，唔夠歪，所以有啲咯，人太多，定係佢哋埋翻少少啊？可以加林先講，係分後啲定分後啲，後啲，後啲，快快少少，唔該曬，唔該曬，你可唔可以縮埋？因為我哋影唔曬我哋呢度，唔該曬，唔該曬，留翻啲路俾市民行嘅啫喎。咁掂，唔該曬，唔該曬，拜拜。哎呀，我哭啊！打波咪咁啦，咁啊你前次搞唔到啊？又歪定又歪，好，你嚟多張唔該，唔該。唔好前面喐啊！阿葡萄哥哥，我想影个 wide shot。葡萄哥哥得就俾我哋。系啦，因为我哋后边系，唔该啊。点啊？拉直啲，拉直啲。你又喺前面啫。好，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我相信大家昨晚冇得瞓噶啦，就算有得瞓咧，都會瞓唔著噶啦。相信我哋呢度好多嘅朋友亦都係冇得瞓，包括我到而家都係冇瞓過，想瞓都完全冇得瞓，瞓唔著。到底香港發生咩事？到底元朗發生咩事？大家睇到我哋今日呢個請願嘅標題，我哋確信警方同黑社會係已經連成一線，共同管理香港嘅治安問題。我唔係無的放矢。你一係擺埋一齊先。我係有好多嘅，我冇啊，淨係得呢一個嘅實例，係反映到呢個嘅情況嘅出現。香港已經淪落到如斯嘅地步。事件嘅背景當然就係呢個嘅逃犯條例嘅修訂引起咗六月九號嘅大遊行，六月十二號嘅。呢、这個衝擊立法會，以至到咧六月十六號嘅另外一次嘅大遊行，跟住就開始有地區嘅連龍場。第一個嘅地區連龍場就係元朗嘅朗屏村天橋，
是第一个地区的连农场。我不理啊，我然后跟住就遍地开花，各区都有这个地区的连农场，而跟住出现很多破坏攻击年轻人的一些的行为。上个礼拜三，其实我们第一档，应该是讲第一档的连农场，在上个月在元朗行人天桥举行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年轻人来，我们那时候在开区议会，我们一收到消息三点钟收到消息，我们说不行了，我们要过来西铁站去看着他们，不要被人搞了，我们知道一定有人搞的。幸好那时区议会是民建联搞流会，于是乎呢，我们可以提早完会就赶了过来，果然他们一路开连农场，就民建联呢就在旁边去骚扰他们闹他们，跟住有几个环州出来的黑社会去轰他们，我们在这里，他们就只是在这里大声骂那些年轻人，跟住没几耐，应该是有人报了警了，应该是民建联那边报了警，有警察来，来了几个警察，跟住一架冲锋车来，落了三十个警察冲上来行天桥，什么事？我说阿 Sir， 你现在来做什么？要三十个警察，什么事？那么大件事，三十个警察。那他见到有我和杜嘉麟议员在这里，跟着他说，哦，没事没事，收到投诉，说这里的噪音很大。我处理噪音，你们要三十个警察。哦，多是吧，我现在立刻撤走一半，立刻叫了十五个走。所以昨天警方竟然说没有警察，我们一个连农场都可以出三十个警察，然后昨天这么大件事竟然说没有警察，跟着去到上个礼拜三在鸡地，昨天七点几钟白衣人聚集那个地方，就是上个礼拜三在那里放电影的地方，顺丰大厦旁边九点半钟，他们刚刚放完电影，那些的功臣恶煞人士就走来喊打喊杀。其实当日我一早已经透过物业城议员和警民关系组是讲了那晚的情况，是会有人来搞那班年轻人，但警方竟然间也都没什么部署，搞到那班年轻人要四散逃跑，跟着有些同他口角的就被他们打。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呢？就是过去两个礼拜，先后有十八乡乡事委员会的就职礼，同埋这个礼拜平山乡事委员会的就职礼，两个的就职礼主礼嘉宾都是中联办的新界工作部部长李继贤。他发言的时候是慷慨激昂，呼吁元朗爱港爱国的乡民是不容许年青人入嚟元朗搞事。哇，如果年青人入嚟元朗，他们相信村民是有他们的方法将他们赶出元朗。所以当时我就形容中联办部长这个叫动员令，即是叫新界村民格杀勿论。梁志祥、麦美娟两位立法会议员亦都是同场发言。第二次麦美娟就说星期三放映电影那班年轻人被他们那些的村民打走了之后，麦美娟竟然说
元朗嘅村民好熱，為全香港嘅人出咗一啖烏氣，咁樣講，請啲村民繼續努力去捍衛元朗。梁志祥更加呼籲元朗嘅村民係要將元朗係打造成為香港最安全嘅城市。佢冇講錯，佢先後兩次發言都話要元朗成為香港最安全嘅城市。當時我喺現場，我即刻話：梁志祥，你搞港獨，因為香港成為國家先至有元朗呢個城市。我哋搞港獨，佢哋笑。所以7月21日，佢哋已經喺之前幾日喺佢哋啲鄉事群組嗰度就已經動員起嚟。我哋亦都同警方多次向嚟反映。哇！可能部長動員之後會有事發生。果然喺星期五，我哋喺朗屏再有呢個嘅連龍，唔係連龍場添啊！嗰日有班年輕人喺度派7月21日嘅單張，遊行嘅單張，7月21日遊行嘅單張，都有疑似黑社會嘅村民走嚟喊打喊殺，要我哋即刻收檔，要我哋即刻收檔。跟住我出去，佢哋認得我，指住我，我打我，我亦都認得佢係邊條村嘅村長，即刻同警方講，我話元朗幾時變咗係由黑社會同埋村長嚟管理啊？點解容許咁多日、咁多次嘅事件發生，竟然間警方置若不聞？我唔係冇提醒警方，每一次之前我都有提醒警方會有事發生，會有事發生。但每一次警方好似冇聽到我哋講咁樣，包括昨日7:00多，我仲在中環處理緊，中環即係已經開始有對峙嘅時候嘅時候，我已經收到在元朗U號嘅街坊嘅電話，話佢哋已經見到有幾十個白衣攞曬長棍，手臂扎住一條紅絲帶嘅人聚集喺度喧嘩，喺度嚇啲黑衫嘅人。他們打電話去999報警，那邊聽電話問他什麼事，他說現在元朗雞地這裡有幾十個白衣人在這裡，懷疑非法聚集，請他們派警察來。誰知999那個接聽電話的話，如果你怕就不要出街了，就吸了他先。999發生咩事啊？然後跟住個情況越嚟越惡劣嘅時候，啲居民打電話999不受理，亦都打唔通。跟住有居民走咗嚟元朗警署報警，佢走嚟元朗警署報警，警方拉大閘，唔接受報警，唔接受報警，拉咗大閘，居民有冤無路訴。所以今朝助理指揮官尤乃強講真係廢話。第一，佢話警方係10:41先接到報案，7:00去到10:00，呢三個鐘頭999瞓咗覺啊？定係999已經被黑社會侵佔咗啊？佢哋聽完電話之後冇曬記錄啊？
居民打個999，竟然間話冇報過案啊！嚟警署報案又報唔到啊！然後話十點幾先收到，嗰陣時雞地已經有居民俾佢哋追打，然後跟住我哋都收到風，佢哋散咗去西鐵站，就話遊行員翻嚟嗰啲出閘嘅，見一個就打一個。我即時七點幾，我收到呢街坊嘅電話，我已經打電話俾元朗警方，話俾佢聽：喂，有幾十個白衣人喺嗰度聚集，惡罵嗰啲黑衫人啊！你哋快啲去睇喎！元朗警方同我講就話：我哋會派人落去睇噶啦，咁樣。跟住過咗大約半個鐘頭，有街坊再打電話嚟：喂！王警員，點解仲未有警察嚟啊？我話叫咗佢哋有噶咯喎，咁跟住我再打電話俾元朗警署，佢話我哋派咗便衣落去啦。我話軍裝咧，佢話我哋唔方便派軍裝。咁我已經知佢哋驚嗰啲軍裝，派軍裝落去驚，所以唔敢派軍裝，派便衣混咗入裏邊當普通街坊。咁然後大家跟住知道發生咩事啦，喺西鐵嗰度唔單止係出嚟嘅人俾佢追打啦，佢哋衝入月台啦，衝入車廂裏面，好似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街坊同我講定邊個同我講咧？佢話佢哋衝入車廂嗰度咧，就話唔係白色衫嘅都打，唔係白色衫嘅都打。唔是白色衫啊，即是穿白色衫的不打的，其他什么颜色的都打，就出现一个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这么悲惨的一个事件。尤乃强还说，記者問他你譴不譴責這些暴力示威者，他說我們譴責一切暴力，竟然間他不敢譴責這班白衫的人，然後去到說白衫的人我們沒辦法證明他是不是有參與打人，所以沒有採取拘捕行動。但我一會兒會問指揮官，為什麼每次遊行完了之後，在全港各區的警察都會查黑色衫的人手身手袋登記身份證，全港做黑色衫的你就當曬佢全部都是參與呢個遊行嘅，白色衫的就話唔係。警察做乜嘢？放水放到咁樣啊！又跟住話全世界我去到元朗西鐵站的時候，都仲見到佢哋係揸住鐵通。記者朋友都見到，好多市民都見到，但係阿友 Sir 就係佢一個見唔到，話見唔到佢哋手持武器。啊，當佢走曬之後，就話喺佢哋駛嚟嗰啲車底嗰度有好多鐵通，因為警察會俾佢走。就算唔拉人，佢哋一貫嘅做法都係抄身份證噶嘛，一個都冇抄喎。呢、这個唔係佢哋一貫嘅做法咩？佢哋成日講啊，佢哋一貫嘅做法啊嘛，可疑人就寫身份證、手身手袋啊嘛，點解乜都冇做嘅咧？最離譜嘅就係、是，最離譜嘅就係、是，我同杜嘉倫議員趕翻入去。其實入之前，我哋收到風話打人嗰陣時候，我已經同阿林卓廷即刻講。咁林卓廷話，咁我即刻入去，咁佢嗰陣時喺地鐵站附近，我唔係，所以佢即刻我坐地鐵轉西鐵入嚟，佢都未落車已經俾人喺月台打，跟住我同阿杜嘉倫就趕入嚟，就同警方嗰十幾廿架衝鋒車一齊入嚟，因為嗰間衝鋒車咧就喺中環入嚟，我哋喺中環入嚟，我哋去到嗰個路口落咗車，警察又落咗車。那些防暴警察下了車，
我哋就問咗防暴警察：阿 Sir 點解咁遲先嚟啊？打得好勁嘅咯，跟住我啲阿 Sir 就一嘢推向我哋：阿 Sir 而家做嘢，唔同你講。跟住我哋表度新聞，我哋議員，我哋講完議員，佢仲大力將我哋兩個拱埋啲欄杆嗰度，跟住。停咗紅綠燈十字路口，停咗紅綠燈嗰度咧，有兩架私家車坐住啲白色衫嘅人，有幾個白色衫嘅人咧就走落阿 Sir， 我哋支持你嘅，有咩我哋幫手嘅出聲，而家我就打佢哋，咁就衝埋嚟我哋，我同阿杜嘉倫議員嗰度，我即刻就拍一拍我隔離嗰架警車個司機位，佢搞低個玻璃。问我咩事？我话我系元朗区议员，而家嗰几个白衫而家走紧过嚟话打我，我而家要求保护。我警察听完之后，搞翻起玻璃，开车向前走咗去，就留低我哋两个喺度俾嗰三个人准备打。我当时我真系嬲到震，嬲到震。我怀疑警方听到我哋议员啊，更加走快啲。因為警察唔敢打議員，留黑社會打我哋。我嗰陣時嬲到我都唔識驚，唔識走。我行前幾步，走緊過嚟嗰三個，我打打夠膽就打我。可能佢哋估唔到我有咁嘅反應，以為我會走。佢哋窒咗一窒，企咗喺度。跟住話打打過嚟打，然後後邊佢車嗰度咧有四個乘客，個司機冇落車，後邊仲有一個乘客走過嚟，佢應該認得我，跟住一掹掹佢三個，唉上車走啦，咁啊開車走。我喺度生命受威脅，警察就喺我隔離，竟然間我要求保護唔保護？开走架车，在我们隔离有二三十个防暴警察，不理我们，因为那几个阿三的大声话过来打我，我们就当时就在这三十个防暴警察后面，他们就在个防暴警察前面冲紧我，他们怎么做呢？那二三个防暴警察冲了一对面马路，趕那些黑衫的年輕人走，他們不是衝過去要追捕那些白衫的，是趕那些黑衫的年輕人走，趕完他們走之後才去南邊位的村口守住個村口，守住個村口都不是入村拉人，到現在都沒有拉過人，沒有拉過人。我就算當他們暫時認不到的人，有一個人他們一定認到的，何君堯一定認到。何君堯在現場，其實七點幾八點已經有人 WhatsApp 了他張相，跟那些白衣人一起在那裡巡緊，然後到打完人的時候就有照片大家看到了，他就走去跟他們握手，說他們好厲害，說他們是英雄，是啦 ，good job。跟住而家解釋話路過喺度食飯，八點幾一路去到十點幾、十一點都仲喺度食飯。點解我哋用到一個呢個係好強嘅一個字眼？警黑共管，兩個真係一齊。管理緊，在港英年代一定不可能出現這些情況，在港英年代在一些主禮台上，警方的主禮人員一定是 check 曬在主禮台上都有沒有一些黑社會分子在這裡，如果有的他們不會上台做主禮嘉賓，這個是九七前的做法，九七後不是的，一起上台主禮的，可以一起影相一起搭膊頭的。我未講完，
星期三17號晚放完電影之後，因為我在天水圍趕過去，他們有些判完個電影，我10點鐘到去到，我那些打人那些還未走，很開心在這裡說慶祝啦，好耶這樣。跟住我又找警方現場的指揮官傾，他說我現在做的事不跟你傾。跟住有人認得我，指住我，黃偉賢你不要走，打陳你這樣。跟住我不怕他啦，我就周圍找警方傾，警方個個都不跟我傾，我就唯有走了上去附近的大廈的平台觀察他們怎樣做事。結果我見到警察和那班打人的疑似黑社會搭膊頭，言笑晏晏搭膊頭，他當然不知道我在上高。我只是粗略地講了過去這一個禮拜這10日發生的事，大家就有個脈絡就看到，根本警方是知道了這些事，知道了這些動員，但是不預早部署，事後探慢板，打完人剛剛走，他們支援部隊就到。最荒謬的又是他說，哎，本來有兩個軍裝剛剛走過見到的，不過他們評估了當時的現場呢，警察是不安全，所以不處理打人的事件。我真的想問警方，警方有槍的都說不安全，市民手無寸鐵，他安全就不值得去保護，任得他們打了45分鐘那麼久。警察不是放水是什麼？警察不是跟黑社會勾結是什麼？不過這個共治，我們還給他一層意義，除了是共同管理治安問題之外，是這個共治是代表共產黨，代表共產黨，警察、黑社會、共產黨，大家都知道了，特首是廢了武功的了，已經是中聯辦統治香港的了，現在動員黑社會都是共產黨來動員，中聯辦的部長親自來動員，這個是什麼世界？為什麼淪落到這樣？我昨晚喊到收不到聲，今早我收到個 WhatsApp 說那個人苦流差，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希望是假的。為什麼一個無辜的市民，一個無辜的小生命出世？搭緊車回屋企，為什麼會無端端咁樣殺咗個 BB？ 點解保護我哋香港市民，係保護下社會，放佢哋走？我真係嬲到講，我現在找人去澄清，我找人去問人意願。我收到這個 WhatsApp， 我第一時間問警方是不是真，警方說我未收到消息，我請你去醫院問是不是真，我請你們盡快採取行動，還香港市民一個公道。為什麼還不拉人，還不採取行動？黑警合作，黑警合作，市民中央，市民中央，黑警合作，黑警合作，市民中央，市民中央，警黑共管，警黑共管，香港委员，香港委员，警黑共管，警黑共管，香港委员，香港委员。好，各位新聞界的朋友，我是元朗區議員馮
長區嘅區議員，幫區區議員畢業成。其實昨日上晝十點鐘嗰十一點鐘嘅時候，我收到啲 WhatsApp 就話會有班鄉下嘅人士會著白色衫，帶住嗰個紅色嘅絲巾，在標型咧就喺元朗嘅西鐵站會聚集，喺雞地聚集咧打人嘅。當時我曾經透過 WhatsApp 同元朗警民關係講呢件事，當時嘅警長都話，警方知道，亦都有咗部署，會保護啲途人嘅。係昨日十點嘅時候，到昨晚八點鐘嘅時候收到訊息，因為我喺出邊參與一個遊行，所以我哋翻到嚟見到元朗鳳翔區個鳳翔濱街公園聚集好多白衣人。我坐車經過嘅時候，有啲揸住一啲旗，啲所謂區旗，其實啲區旗啲棍咧係用啲藤條做嘅，跟住佢哋聚咗一班人喺度，一百幾人。我慌忙嗰陣打電話報警999，我收到呢啲咁嘅人喺度聚集，警方收到我講明咧，我元朗區議物業城，警方話有人會通知處理，一直冇處理。到九點，我收到信息，有市民喺度俾人打嘅咧，三三個俾人打，喺就喺個鳳林北街個公園俾人打。我通知再報警，連打幾次999，打到元朗警署報案室，999打通嘅，佢話會處理。但係由九點到十點鐘係冇警車經過嘅，到最後十點鐘只有警車聲經過。當中我哋覺得好奇怪，亦都喺十點我收到訊息，市民話西鐵站有啲白衣人喺度圍咬極，有啲市民，我同我太太上元朗西鐵站裏面，見到喺嗰個候車嗰度有好多黑衣人，甚至追住一個記者打，我喝停佢哋，佢哋圍我，但係因為話我係元朗區議員，佢哋先唔敢採取行動，佢哋成班人咧最後就喺向南邊嘅方向走咗，跟住至有防暴警察嚟到，當時有就阿黃偉賢議員提到一個孕婦就瞓咗喺地下嘅，不於是啲市民就同警方理論，糾纏咗十零分鐘，警方又撤退，撤退咗之後十一點半嘅時候咧，又有班黑白衣人再上嚟再打市民，最後啲人打完就走咗，走到南邊位，跟住有防暴隊嚟到，就話依然提到啲防暴隊嚟到之後，警方一直冇採取行動，由我登記起身係持續咗四個鐘頭，最後都放曬所有白衣人走，事後到收到南邊位個好多鐵通，居然走到暴氣，手熱冇將白衣人係完全登記身份證嘅，完全一個完全嘅警黑合作。我哋強烈譴責警方今日一個放水行為，我哋覺得警方今日已經唔係一個中立，我哋已經同黑社會或者默許咗黑社會嚟喺度喺元朗打人，呢個絕對唔可以嘅。所以嗰班議員咧會一個聲明，我哋會強烈譴責警方放水人，我哋警方嚴正執法嘅。仲有冇其他嘅朋友想補充嘅？我簡單幾句嘅啫。昨晚我哋凌晨喺元朗，狀態係大家知道，同一時間喺較早之前咧，就係、喺西環至上環嘅清場一帶，元朗同時地發生喺昨晚一系列令人髮指嘅事件。我哋形容真係元朗最黑暗嘅一日。喺我哋翻到嚟，喺元朗嘅時間，我哋昨晚係嚟到警署要求見指揮官，而指揮官就話開緊會，唔肯見我哋。同時地，我哋感激有唔少嘅朋友，昨晚咧好有可能係一啲意在嘅司機啦，喺元朗區幫手去睇下有冇啲市民咧係落單啦，即係唔知道點樣離開啦。我亦都知悉咧有消防員啦，有唔同嘅救護員，昨晚係好努力幫手。呢個係一個非常非常荒謬嘅畫面，就係報警報足幾個鐘頭都唔見有警察到。
然後我哋見得到消防員六分鐘就嚟到現場，我哋見得到有無辜嘅市民被打，最令人傷心嘅係有個大肚婆俾人打咗喺地下度，有阿伯受傷，有老人家受傷，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俾人打到嘔血，一系列嘅事件，究竟警方喺度做緊乜？打去999熱線嘅時間係被cut線嘅，昨晚整個元朗是一個無警的狀態，有人形容這個是恐襲呢，恐怖的襲擊呢都不為過。今天這裡是第一站，我知道民主派稍後都可能有補充，又或者在另一個場合是會跟進，至少我相信我們立法會議員同事都不會排除在未來的時間，如果復會特權法就實在可以針對這個元朗的事件去作出調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放在眼前，究竟這幾天元朗平安嗎？警方是怎樣部署和怎樣能夠保障區內市民的安全呢？警方實在需要嚴正的交代。我補充了幾句話，就是我們希望在另一個場合我們繼續跟進，有沒有人補充？鄺俊宇提了，我漏了，我已經即時和區議會主席是要求立即開特別會議去討論昨晚的事件，我一陣間亦都會要求警方係召開特別嘅滅罪委員會，我睇下滅罪委員會主席呂堅議員，民建聯嘅區議員，佢夠唔夠膽開特別會議去傾呢件事？我想而家我頭先嚟嘅時候咧，有一個爸爸佢問我：我個女今日下晝仲應唔應該嚟到元朗去參加啲活動？我話我唔知道，因為我睇到網上面而家話今日4:00至到10:00咧係有斑馬喺屯門嗰度都過埋嚟，跟住我又收到另一個廣泛流傳的信息，就是說現在呢整個新界的警察呢是收到的命令，就是他們在由昨天開始之後的兩天都是收到所有市民 受襲擊的報警之後呢是不會短期內去回應的。那現在我們站在這裡，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進去呢？這兩個在網上廣泛流傳的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們要這個警察當面跟我們交代。第二樣我想去講，昨天何君堯又說現在要保家，保家衛族，很多現在昨天打人的白衫呢都是用這個理由的，他們的鄉事和黑社會現在撈亂了，鄉黑是撈亂了，差人都不幫埋一份啦，他們說自己是保家衛族，昨天他們打的那些是什麼人呢？他們打的那些是回家的元朗人、屯門人、天水圍人，這裡不是我們家人的，這裡是不是我們家啊？是。是不是我們家啊？是。是不是黑社會家啊？是。我們有什麼理由？都沒有警來的，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讓黑社會和在所謂的鄉事派可以用保家衛族作為的理由去做昨天這樣的恐怖襲擊呢？我想很多市民都很害怕啊，但是元朗的市民一定不會退縮的，我們不會退縮的，我們就要用這個機會不俾嗰啲香啦，繼續喺度控制元朗。哎，有啊！我哋啊，加油！加油！加油！元朗人加油！我支持加油！黃偉加油！何君堯食屎！何君堯食屎！何君堯可以嘅。補充幾一兩點嘅嘢，相信昨晚嘅情況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係剛才嘅同事講得好準確嘅，呢個係一個有組織、有預謀，好早已經傳咗出嚟。的恐怖襲擊是由背後有人策動，一班似乎有黑社會背景的人去到向無辜的市
示威者也好，甚至是元朗本區的居民去到肆意襲擊，是瘋狂地肆意襲擊，甚至正話都講有小朋友、有孕婦是受襲，這些不是人的行為，這些是沒有人性的行為。但是更沒有人性的，很傷心地講，是警隊，他們很早已經知道，剛才幾位區議員同事講了，預警了，個個都收到訊息了。今朝警民關係科有警官在搭電台的講法裡面說他都是知道的，收到訊息的。那你死曬邊啊？做過乜嘢啊？琴日乜都冇做過，甚至我哋見到好似好有默契咁樣，白衫嘅黑社會人士打完人，警察先敢進場，嚟到閘曬朱紅車下邊，唔敢喐。跟住竟然夠膽死，副指揮官話見唔到有武器，上下網睇下啦，睇下報紙睇新聞啦，好清楚啊，喺你身邊行過啊。你上去跟他打招呼啊，揸住棍啊，你咪盲咗啊，定係心盲咗啊？离晒大埔仲喺度对住全香港700多万市民讲大话，警队已经失去晒任何市民对佢嘅应有尊重，警队嘅所作所为，毛伟聪领导之下警队已经系过街老鼠，冇市民会相信你嘅，冇市民会再咧对警队咧有任何信心。因為我哋交嘅税係白立嘅，差餉係白立嘅，警方係廢噶，點解出嚟保護市民你都唔敢啊？點解仲要講大話？點解記者質問你咁遲，你仲要鬧翻記者啊？好簡單，成班村民到最後，警方去攞美彩，攞美彩啊，都唔敢拉人，揸住棍喺度冇，揸住鐵通喺度冇，你都唔敢拉人。你而家話架車有啊嘛，咁架車有冇查啊？車主係邊個啊？乜都冇做過，我覺得呢單嘢咧，我相信全香港市民都唔會放過香港警察。我係未講過咁耐以嚟，因為我總覺得警方入邊係有一啲有良心嘅。不過唔好意思啦，我真係覺得你哋係黑警。黑警可恥！如果你仲有尊嚴嘅話，黑警可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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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後呢一個保留都已經不需要保留豁出嚟啦。如果在警隊入邊仲有良心的警員，我覺得你要辭職。如果唔係咧，你咁樣當差，同黑社會混為一談，警黑合作，揾窿捐啦，係咪啊？係啊！喂，走啊！林鄭嘅走狗啊！你賣命啊你！黑社會真係，黑社會係最後杜嘉倫議員咧，係同我哋呢一份係簡短嘅聲明。剛才黃慧賢提到我們昨晚被警察逼埋牆角，跟著一些疑似黑社會人物想打我們，但是我在這裡再呼籲一句，香港市民、元朗居民不需要向黑勢力低頭，我們更加要站起來抵抗他們，趕走他們，因為他們猛問我們是不是元朗居民，我說是，跟你一樣，所以我們不需要害怕。我們這裡有一個簡短的聲明，我們的標題是強烈譴責警方與黑社會勾結，血洗元朗，元朗警區高層必須問責，集體認咎辭職。7月21日，元朗有疑似大批的黑社會人士警告參加遊行示威者不可以踏足元朗，到了晚上大批手持紅繩穿上白衣的人士在元朗無差別地打市民，甚至衝入西鐵車廂裡面血洗港鐵元朗站，不少市民、記者甚至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被毆打同埋打傷，唯有喺在場係冇警方人員執法。期間有好多嘅市民打電話999向警方報警求助，但係唔受理會。最終警員到場嘅時候，
大部分的襲擊者已經殺去，直至到至今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的。這件事可以見到特區政府、警方和黑社會勾結，法治淪亡，元朗形同獨立，並且放任黑社會追打無辜市民。我們在這裡強烈譴責特區政府和警方，並對黑社會的行為深感憤怒。我們表明追求民主自由的市民是不會被黑社會的惡行嚇怕，我們要要求政府和警方立即交代將元朗交給黑社會管治的前因後果，並且立即追執毆打市民的兇徒，盡快恢復元朗的秩序，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同時，元朗警區高層必須集體引咎辭職，向香港市民就這件事承擔責任。標題是這樣的，我先講完。我們一班代表一班元朗和香港的泛民議員和一班憤怒的市民給這封信，李偉文總警司。警黑勾結，人神共憤，人神共憤，警黑勾結，警黑勾結，人神共憤，人神共憤，警黑勾結，警黑勾結，人神共憤，人神共憤。我同杜嘉倫因為下週社工界會發起一個集體的報警，會來元朗警署集體報警，我杜嘉倫都會來報警，因為昨晚我們的生命是受到威脅，而警察是不保護我們。我是非常憤怒的。今天下午應該3:30左右，也都在這裡是有個集體的即係呢個報案嘅行為嘅咁樣。警黑勾結，警黑勾結，人神共憤，人神共憤。剛才阿張迪同埋抗俊入咗去啦，就叫咗這個指揮官李偉文總警司，要求佢出嚟接信。如果佢唔出嚟接信咧，我哋呢度嘅示威者咧係會入去坐在大堂那裡請願，等他肯出來接見為止。原因是你一人做事一人當，元朗搞到這樣，固然他是責無旁貸。不過我看到剛才我們很多發言的同事漏了說一件事，我們今次事件呢的始作俑者是林鄭月娥，跟著個幫兇呢是盧偉聰。昨天40多個市民無辜被這班這樣的惡勢力傷害，甚至有生命的危險，包括我們立法會同事林卓廷，我昨晚都一直陪著他在醫院，他都打得幾傷，甚至初步的診治，我不知道今早最新的情況，我希望他沒事，昨天初步的診治醫生是懷疑他有機會腦出血，是危急到這樣的情況。可想而知當時的暴徒他們的暴力是多麼瘋狂。有沒有見到林鄭月娥、盧偉聰去醫院探望啊？他有沒有出來譴責這些暴力啊？求求其其出份聲明答單，就當是做了事啊。整個政府已經偏袒到這樣的地步，縱容黑社會惡勢力在香港橫行無忌，做自己爪牙。林鄭月娥可恥，可恥，可恥。盧偉聰可恥，盧偉聰可恥。林鄭下台，林鄭下台。盧偉聰下台，盧偉聰下台。一個中聯辦的肺被人塗污了呢，
就用最強烈的譴責，仲話一定嚴肅處理緝捕嗰、那個即係塗污呢個中聯辦嗰個徽號嘅市民。竟然間一個徽號個價值係大過人命，呢個係乜嘢政府啊？呢個政府點解會視人命如草芥嘅？人命唔係最值錢、最有價值嘅咩？整污糟咗個徽號，就用到咁大力嘅一個嘅高調嘅一個嘅譴責，但係黑社會橫行無忌，連警方啊，個總警司今朝喺電台都話，個主持人問佢。你覺得用四個字嚟形容邊個四最貼切啊？警方自己講就話暴發暴天啊！警方話，但邊個造成呢個暴發暴天啊？都係警方喎、啊。咁如果係咁，警方咪更加暴發暴天？林鄭已經歸縮咗咁耐，警方仍然係不。不斷咁樣濫用暴力，對於黑社會嘅暴力就完全係當睇唔到。咁樣嘅政府，香港市民點樣仲有信心呢？冇可能有信心㗎。今朝我一樣收到好多 WhatsApp、好多電話問元朗安唔安全啊？我哋應唔應該落街？我哋應該穿咩色嘅衫啊？睇嚟問我，我真係唔知點答。可唔可以同我哋問一問？我真係唔知點答。我有小朋友嘅咧，其實可唔可以穿黑色衫帶小朋友翻學？係啊，我都想知啊，係咪真係唔係穿白色衫就會俾人打？我哋而家係要求指揮官李偉文出嚟接受。我之前亦都已經俾咗個電話佢，要佢無論如何一定要出嚟，係作公開嘅交代。要立答邊會出嚟啊？出嚟啊！佢今朝同我講電話，佢今朝同我講電話，佢話會考慮出嚟嘅。你咪嚟出嚟！全媒的朋友和全香港的市民交代究竟昨晚元朗发生什么事，元朗的警察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了警察，元朗是有两个警区，应该加起来是有几百个警察，应该近千个警察，我就算当你三间制，咁你每一間都有300幾個警察，去曬邊？去曬邊？你唔好話俾我聽，全港30,000個警察去曬中聯辦。我諗你去咗5,000個警察，仲有25,000個警察喺邊度啊？放曬假，瞓曬覺啊？點解7:00多已經有？近8位嘅白衫攞棍嘅人士喺雞地聚集，3個鐘頭，警方竟然間唔可以調配其他區嘅警力過嚟，一架警車都冇，一個警察都冇，3個鐘頭都調派唔到，係唔調派啫啩？配合你們啊，黑警可恥，黑警可恥，配合我社會警察知法辦法，香港警察知法辦法。正如邵堅講，我們都希望真是警察不要偏在一邊，所以一路來我們都沒有用過黑警這個字來叫他們，但今日我哋終於見識過真正嘅黑警係點樣做嘢。
連我哋同警方合作咗咁多年，我自己做咗元朗區議員31年，同警方叫做合作咗31年。我都唔能夠再信任警察，我唔知道我哋仲可以點樣合作咯？區嗰度市民仲點樣可以同警方合作落去？警民關係去咗邊？而家警民斷曬關係，而家淨係得警黑有關係。警黑有關係。如果係咁，林鄭月娥不如辭職啦，警務處長辭職啦，李家超局長辭職啦。要北京委任晒黑社會管，就一定吸黑點啦。因為我相信我哋全部有能力嗰啲移民，冇能力嘅都走去台灣啦。佢點生活落去啊？香港點生活落去？我想問，各位傳媒朋友。咁我唔知個信息係真定假，我哋收到啲信息咧，有啲所謂黑社會人士咧，啲刀手啊，啲刀手咧仲喺排期咧。而家連民主派嘅議員，佢哋似乎想襲擊。我哋覺得呢個信息不論真與假，警方都要去面對處理，因為其實昨晚嘅事件，我可以答大家傳媒。基本上嗰啲黑社會，元朗區，我哋見得到有啲係屯門落嚟嘅。我哋所知道，包括有姓王、14、水房呢啲咁嘅黑社會分子，去招搖喺元朗，揸埋棍、雷球棍，警方就喺邊。琴日整件事，作為區員親手打電話報警，親眼見上到西鐵站。警白衣人打完就走，因為我喝台，我報咗警，佢哋走去南邊方向走咗，跟住警方防暴隊接上嚟，上嚟之後啲市民向佢投訴，向佢求助，警方又走，走咗之後啲白衣人又再嚟打，佢襲捉俾嗰啲白衣人好暗，跟住又走。警方接防暴隊再出現，呢個咩事呢？李偉文出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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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市民要你出嚟！黑警李偉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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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嚟！黑警！黑警啊！黑警！出嚟啊！警！我想知道。傾成點樣嗰度？冇人肯答，即係冇人出嚟出嚟呢埋，出都唔出嚟啊！佢啦，唔拉就落閘啦！我哋要報警啊！黑警攞錢，黑警攞錢！你加入去，人走入去報案啦！佢報警，收通訊都唔敢。集體入去報案，係咪收通訊？真俾擒啊！黑警攞錢。我想現場有冇市民或者有冇昨日有經歷過有見到想入夜瞓嘅？開聲啊！睇見睇到啊！我哋全部睇片唔該。開聲啊！睇到波啲咋？
西路又打，大肚埔又打，打到離曬譜啦，血啊，爆頭啊，根本黐線嘅呢個。係而家兩位立法會議員入咗去咧，就話要求見指揮官，但係佢哋嘅警員回覆咧，就話揾。警民關係組的總督察見，我們不見，我們說不見，一定要見指揮官。如果指揮官不肯見我們的，我們就會入去裡面坐低。他有入，他可以再拉閘。公主有氣啦嚇。他可以再拉閘，不要做事，日日不要做事拉閘啦。他不見我就日日來。咁龜叔佢啊，龜叔啊，又係林鄭啊！你光明正大驚咩接受？驚住我哋啊！我哋而家呢班係議員，又係溫民嘅市民，有咁多記者朋友喺度，佢驚乜嘢啊？驚都未驚嚇，有槍有成真咩啊？夫妻啊喎！佢驚市民，唔驚黑社會啊！同黑社會就可以拍膊頭啊！黑社會保護佢嘛！打佢啦！黑衫唔打佢嘅，點解？而家黑衫唔打佢嘅。我哋等多五分鐘。好。我哋等多五分鐘。如果指揮官唔出嚟，我哋就衝入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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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意思，我想講幾句，因為昨晚咧。在元朗發生了一些衝擊之後暴力的行為之後跟住我們就有大批市民啦，就有一堆市民就去了天水圍警署諗住報警，因為元朗已經刪了閘啦，是不受理的。咁跟住我們就轉去天水圍，希望可以報到案啦。咁天水圍的警察咧就入放了兩個市民入去報案之後咧，就一路刪了閘。後來我們就在門口喊開閘，但是警方都沒有理會我們。然後就接到消息就說B83 就會由元朗那邊入來天水圍，跟住我們就說不如再繼續向警方繼續報案。然後我就跟另外一位市民呢就一路敲警署的閘，跟住警察都一路冇理過我哋，我哋仲係好禮貌，除曬口罩咁同警察講，我話阿 Sir Madam， 唔該，我哋想報案啊，市民想報案啊，可唔可以出嚟啊？然之後我哋一路敲門，同埋咁樣講咗五分鐘，警察都冇理過我哋咯。一日嘅嚇警啊，你接受你報案啊？食屎拉仔！有冇邊位街坊想講下你啲見證，或者你睇到嘅，或者你感受？我咧就其實琴晚咧，我自己就有個感受嘅，好清晰嘅，就係林鄭月娥同佢個政府地上面嘅運作都搞唔掂。我哋都明白㗎啦，我哋睇到好清楚，而家連個地下嘅運作都搞到亂曬。以前其實應該係有板有眼嘅，以往都黑社會係存在嘅。不過冇咁猖狂，但係經過昨晚一件事，我哋就睇到黑社會可以係咁猖狂嘅，所以都會真係影響到元朗居民嘅生活。所以點解我哋係感覺到十分極端嘅憤怒？佢都係到有好多嘅居民即係揾我哋表達呢啲咁樣嘅擔心。我哋希望即係喺呢度再一次嘅呼籲每一個。而家元朗埋香港嘅市民，唔好向黑社會低頭，唔好向唔合法嘅制度低頭。阿迪啱啱回報，係朱君傑啊，朱君，係，你啊，你真係喺邊度？係，好啊。阿迪咧話：佢哋回覆只係會派分區嘅指揮官出嚟，唔派總區嘅指揮官，亦都唔派總區嘅副指揮官。
近嘅，近嘅，係啊，我呢、這個又再次反映呢個政府就永遠好啲細嘅去死㗎。係啊，係啊。突然間你都一係你又唔好俾任何一個警察出嚟，你俾得個低級嘅出嚟，點解你高級嗰個唔出嚟啊？因為要歸順啊。點解低級嘅出嚟？你高級的就驚啊！如果你高級嗰個驚出嚟嘅，其實低級嗰個一樣驚出嚟嘅啫。點解你要好多低級嘅嚟死啊？如果有事嘅話，揾人替死啊！喂，我想問市民，黑警，我哋接唔接受佢揾低級嘅？唔接受啊！我哋係咪一定要指揮官、總警司上大哥出嚟？係，即刻出嚟！我哋唔接受，我哋要總警司，係，我哋要總警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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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解總警司？你真係？唔通你因為你高級，你就要擁啲低級嘅出嚟？咁冇承擔嘅做乜嘢啊？做咩阿頭啊？辭職啦！做阿頭做到咁冇承擔，點做阿頭啊？驚啲乜嘢？係咯，驚啲乜嘢啊？講咗林鄭啊！咁多，成日都有人話，出嚟啊！我哋要啦，入去啦！阿樹輝同阿俊，最後一次，嗱最後一次啊！你再入去，葉文要出嚟。如果係嘅，我哋就入去啦。係，好，一齊報警，一齊報警，咁樣就落架。準備唔好嚟啊！呢啲仲怪事兇狠。好，而家都係唔出係咪？出嚟啦！入去啦！嚇？入去啦！入去啦！出嚟！警黑勾结，警黑勾结，人神共。
我哋知會俾李偉文總警司知道，佢唔出嚟，佢如果係驚落雨、驚揼親，所以唔出去出面嚟見我哋交代同埋接我哋嘅請願信嘅。我哋而家入咗嚟呢度，冇雨滴親佢。呢度冇雨滴親佢，請佢。呢度亦都係警署裏面應該係最安全嘅地方，佢唔需要驚。如果連警署裏面佢都驚嘅，我諗我哋市民仲驚。佢走到嚟㗎，點會驚啊？我哋就喺呢度等指揮官，我哋就喺呢度等指揮官。出嚟！出嚟！我哋要分區指揮官。出嚟啊！总区指挥官，我哋要见元朗总区指挥官。李伟文出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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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鬼叫啊！我哋喺出边已经揼雨揼咗一个钟头噶啦。系。要佢廿四小时好拉人啊！吓死你，李伟文！所以就要再等等警方嗰個嘅安排。
嗱，佢首先咧就話揾一個警察公共關係科嘅人嚟接，咁我哋梗係話我哋係要李偉文喎、哦，要個總區嘅指揮官喎、哦。咁跟住啦，咁我哋話你再唔接，你再唔答應我哋呢個要求，咁我哋上嚟喎，大家都唔想有咩事發生。咁跟住咧，佢就講咗口啦。就話有個分區嘅指揮官，有個 Madam， 咁仍然都係唔係李 Sir 喎？咁我哋知道咧，李 Sir 其實喺呢棟大樓裏面嘅，李 Sir 係喺呢棟大樓裏面，佢喺度咧啊做緊其他嘢嘅啫。咁我哋唔係阻好多時間㗎嘛？係、我哋請個接風信講幾句説話，係有咩咁難咧？係咪啊？係，我哋。好多問題要問佢，我知佢都冇辦法一次過答曬，但係起碼答市民到底今日安唔安全啊？全安全啊？全安全，冇人知喎，而家係咪你上交代啊？係，我哋又唔好走啊，等佢啦，係咪？而家佢喺度噶嘛，佢喺度，唔好揾路走啊！李 Sir， 唔該你。李偉文，出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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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我同杜嘉麟議員處理完元朗西鐵站嗰個問題之後，我哋即刻過咗嚟呢度要求見指揮官。佢哋又係傾咗十五分鐘，然後就請我哋入嚟。我以為可以見指揮官，跟咗佢入嚟，點知入咗呢個後面呢個房仔，見我哋嘅你估係邊個啊？一個時沙哦。一個高級沙展，一個高級沙展嚟見我哋啫。我話點解啊？你睇阿 Sir 咧，佢話佢哋開緊會。我話開會，我話啲街坊咪嚟到出邊咧，啲街坊話要求見報警啊，見指揮官。佢哋話已經開緊會，嗰陣時已經開咗兩個幾鐘頭會。我話咩會啊？開兩個幾鐘頭，如果行動嘅賊都走曬啦，仲開兩個幾鐘頭。不過。我哋見到嘅佢話，將我哋啲嘢寫低曬，交俾指揮官，由指揮官覆我哋嘅。我哋琴日第一個問題就問佢，我哋琴日問佢第一個問題就係、是：聽日即係今日，我哋元朗安唔安全？我哋可唔可以出街？嗰、那個時沙都話，我都想知。佢話我都想知。你講幾十萬聽，佢都想知道元朗安唔安全。呢個係極度荒謬的事嚟嘅，一個陀槍嘅，一個陀槍嘅隊員，話俾你聽，佢知道元朗安唔安全，所以喺度使人氣憤啊！呢個問題，阿迪呢個問題咧，琴日三點鐘我已經喺呢度同指揮官講咗嘅啦。我警察喺度笑啊！黑警我哋。區嘅黎星門嘅議員同埋。
各位好熱心的市民的話，喺出面而家警民關係組話，兩嚿電，指揮官換緊衫，咁佢嘅衫又換軍裝出嚟接信。我話佢除咗接信，仲要交代個事件。係。我哋俾幾分鐘時間佢，我知道在場咧好多市民好怒氣，但各位我哋記得聽我先，聽住我講先好唔好？我係霍俊宇，聽住我講先。呢一度接住落嚟呢幾呢可能呢幾呢十幾分鐘幾十分鐘，我哋見指揮官，我哋係保住成個元朗人嘅安全。我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至少要佢出咗嚟先。我哋唔係兇到佢唔出嚟，至少我哋要一個元朗總區指揮官答我哋元朗人安全啊！我希望各位記得，明唔明白啦？好唔好？可以陣間照講嘅，照講你口號，照鬧，但係問題就係我哋要記得我哋大局，明唔明白？咁樣咧就傳媒嘅朋友係咪呢個位得㗎啦？係嘛？所有嘢都冇笠最好就 OK 啦。咁我亦都希望市民嗱，如果市民想企想企過嚟呢度嘅，而家就行過嚟我哋呢度嚇。如果唔係咧，就請市民就企翻喺原位，到時唔好湧上嚟前邊嚇。希望大家合作。我哋係要求佢交代，我哋要求佢交代，我哋都唔想佢今日拉閘，因為我哋陸陸續續應該係會有今日下晝有社工團體，可能聽日後日有其他團體會嚟元朗警署嘅。我都希望嗰啲團體可以有行動遮曬個老領導啊！遮到啦，我咪喺度。唔係啊，你知我有幾高噶啦？啊，你呢度就冇呢個位好啦。我哋喺度，我係邊度啊？同埋我，但係見到你又唔得。見到啊！我哋後你我哋係要讓佢，我係要讓佢，因為係有幾高噶啦。好，唔好意思，我見佢哋知道，佢哋有。Colin, Total Colin, I believe some English media want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We have Pearl there, and which else? Do we have another media from the English channel? I don't know. Okay, never mind. I'll come straightforward. Now, the issue is like this. We have all seen yesterday evening what happened in Yunnan. So there was some actually tried member who raided the MTR station and beating up civilian citizens. So we would absolutely applaud with what we have seen yesterday. The issue itself is not just happened yesterday as an accident. To us who live in Yunnan in Hong Kong, actually, we know that there has been spread the news and information that tribe member will attack a set and has planned yesterday. So the news has been circled around probably more than 48 hours. And we have in many accounts actually contacted police and ask them to act on it, protecting Hong Kong citizens. Unfortunately, all efforts made by different members of district council, legislative council, have failed. And that is what we saw. Now, unfortunately, they believe that there's a collusion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tribe member society of different sects. Now, this is appalling because we have never seen such a thing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history, be it pre-1997 and post-1997, it had never happened before. So today we are here to ask and demand the police to act accordingly to put those criminals to justice. Now,
What again appalls us most is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at around 1 o'clock a.m. Well, this morning in fact. Dr. the BTU, the anti-riot police.有冇巡邏者巡邏？
咁啊，答大家清晰啲。有咯，當然啦，我哋咧有啲同事咧，不論係巡邏車同埋快速應變部隊咧，仍然咧喺街上面咧為大家服務嘅。咁我諗喺呢個情況咧交翻俾大家。咁我就係知道好似有信係會交俾我，係咪？大李 Sir， 對唔住，你答咁多次都冇斬釘截鐵話俾我哋元朗嘅市民知道，今日出街安唔安全？一眼識衫安唔安全？我諗我哋嘅市民就想有呢個保證。如果唔係咧，究竟我哋係咪呢幾日唔應該出街？你一係就話俾我哋聽安全，一係就話俾我哋聽最好呢幾日唔好出街。咁我哋就唔出街啦。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啦，因為頭先有個家長係問佢個小朋友著黑色衫出街，佢係咪要擔心？我諗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冇錯。你只要講一聲話，大家放心，大家可以出街，咁我哋就順利啦。係，大哥我都打咗電話。可以出街啦，冇錯，要冇包庇。你要得，你要得，冇錯。我哋一定全力以赴嘅，咁咧，我哋一定咧盡我哋嘅能力咧，維護翻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咧不受影響嘅。希望大家明白我哋嘅決心。就已經抹走了你這個決心。如果有決心，昨天不會出現一個無辜市民是這樣被打被受傷的。那我真的，如果警方都不能夠保證我們安全，我們真的很擔心。因為我們現在網上呢聽到兩個傳聞是最近的，第一就是說今天呢4-10 PM就有屯門的黑幫都會嚟埋去元朗，係繼續尋日類似去打嗰啲黑衫或者其他人的行動。呢、這個你哋有冇收到呢、這個咁樣嘅情報？有被襲擊的求助咧，係半個鐘頭之內咧都唔理佢嘅，係咪冇呢樣嘢？你要澄清呢兩點，可唔可以？係絕對冇呢樣嘢嘅，係啦，一有接報咧，我哋一定係即刻全力以赴去。我見
以而家開遞信俾你徐先，跟住咧再俾傳媒朋友可以同記者可以有少少嘅提問嘅，好唔好啊？我要啊！幫我攞住，唔該。要啊！我要換啦！我要換啦！我要換啦！要求何君要交代。係何君遠。警下包机，等我复滚。因為咧，總部會統籌所有嘅新聞咁咧，請你哋咧揾先喺後邊去提出你哋嘅問題。OK， 多謝。
想你揾定防暴警察喺出面保護我哋咯。好大啊！係啊，如果你驚佢哋走嚟嘅啊，傷害我哋報案嘅市民嘅，咁你穩定啲防暴喺門口保護我哋咪得咯。我哋喺朗屏行過嚟，好短嘅啫，你穩曬啲防暴，一齊同我哋行過嚟都得嘅。啊，如果警方真係唔想再出現好似琴日咁嘅流血事件，我都要求警方做好準備。雖然每一次我都有要求警方做好準備，唔係突發嘅。每一次喺元朗發生嘅所有衝突，不是突發，全部係預先知道，全部我哋一早已經同警方係講咗㗎啦。但係每一次都出事，每一次出事。我就睇下我哋今日下晝三點鐘可唔可以平安嚟到呢度報案。Hello, there is still an English speaking media here. 我冇乜英文。有。出邊有冇落雨啊？唔係落雨喎。落雨都唔緊嘅啦。朗屏西鐵站 A 出口集合，然後行過嚟。高少少先啦，我哋高少少先咪睇下。係佢個。好，得㗎啦。快 update 個英文先嚇。等陣。後邊一隻。真的。Yes.Is it possible that the police are actually colluding with the gangsters and the triad members? Any evidence that could suggest that? Well, I think that would be very difficto have concrete evidence to prove whether there's a collusion or not. But from all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e general public is very clear that the police did not fulfill their duty. We actually have more than 40,000 policemen in Hong Kong. But what happened yesterday was there were attacks by thugs to ordinary citizens happening more than 1 hour without any intervention from the police. So it is very clear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there really exists a collusion between the policemen and the thugs. So yesterday it was a sheer disgrace and atrocity, we all know that. But then if the police are actually cooperating and probably there's some underh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how can justice be served if they're actually colluding? This is why we are here today. We want to have a clear answer from the Chief Superintendent, Mr. Lee, that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whole Yuen Long District, he needs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ordinary citizens living and working in Yunnan. But unfortunately, he declin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directly. He just said that police will try their best to protect our safety. But he did not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Yunnan ordinary citizens. So this is very worrying. Up till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police will continue their inaction yesterday. So I think it is really a time that we need to protect ourselves and we need to protect each other as citizens of Hong Kong. 滿意剛才李偉文的回應呢，同埋會對於元朗嘅市民會有啲乜嘢呼籲咧？我哋今朝嚟嘅就係好希望。好急切咁樣去了解一個情況，就係到底而家元朗嘅總區指揮官係唔係能夠確保我哋元朗居民或者喺呢一個區域去生活工作嘅人嘅安全？我哋希望佢正面地直接去答呢個問題。警察不嬲都係話香港係一個安全嘅城市，我哋係唔使怕出街噶嘛。我哋啲無論係女仔幾日出街都唔使擔心嘅，可以通街跑步嘅。但係今日居然呢一個元朗總區嘅指揮官李偉文咧，佢係唔夠膽去應承或者去承諾係香港市民喺元朗嘅安齊安全嘅。咁呢個係我哋覺得好擔心嘅。即係如果警察係咁樣嘅話，即係話我哋完全唔能夠去保證唔會重新發生尋日咁嘅情況喎。因為只要黑社會再一次動員的話，他們幾百人已經可以搞到天翻地覆了，如果警察是不做事的話。所以我們對於元朗市民的呼籲當然就是，第一大家是要很警惕，大家是要很小心，還有我們真的要互相 去保護大家，還有我們不要令到我們會有市民是處於危險裡面。譬如說如果大家有私家車的，你可以盡量接埋你嘅鄰居出入，跟住咧，我哋今日嘅，但係我哋強調咧，今日我哋嚟嘅所有人、所有民主派嘅議員、所有同事係絕對唔會向黑勢力退縮嘅。所以我哋今日繼今朝早呢一個同李偉文總警司去見面呢一個場合之後咧，我哋下晝三點咧都會同埋社工嘅團體一齊咧，係聯合埋所有認為自己係唔能夠確保自己安全嘅元朗市民咧，都一齊由朗屏西鐵站出發，三點鐘咧就去到元朗警署呢一度咧，再一次係逐個咁樣向元朗警方咧係報警嘅。咁我希望我哋要持續咁去做，令到無論是傳媒朋友或者我們元朗的居民，整個新界西的居民，可以互相建立一個保護大家的網絡。我們在這個非常時期呢，是要每一個人都走多一步咯。如果警察是不是只是元朗這樣去不執法故意拖延，而是全香港都不執法故意拖延的話，其實你可以想像很少的這些流民、很少的這些黑社會就已經足以呢令到全香港十八區幾百萬人呢都人心惶惶的了。我今天來這裡元朗警署的時候呢，在我們村，我由我們村走出來的時候，是有一位爸爸問我到底他應不應該再帶個女兒今天下午出街。咁因為警察唔執法，咪導致到而家成個元朗區，我諗幾十萬人都已經咁諗啦。咁如果佢喺其他區都一樣用同樣嘅手法，咪七百萬人都會咁諗咯。七百萬人都會覺得香港唔再一個安全嘅城市咯。咁呢個係會唔會蔓延？所以唔係在乎有冇黑社會啊。香港不嬲都有黑社會嘅，係咪？香港不嬲都有壞人嘅。關鍵係警察會唔會去制止呢啲黑社會，強力地制止黑社會嘅行動，強力地去馬上高調去拘捕呢啲人，包括拘捕呢一個《經濟日報》嘅副社長石鏡全，佢咧喺前日咧係公開地呼籲咧元朗人
就揾藤條去教仔，跟住亦都要拘捕埋咧何君堯議員，因為佢尋日咧就好明顯咧係同嗰啲有份打人嘅人咧係互相溝通聯絡。咁我覺得唯有係警方高調地去打擊呢次嘅暴力嘅事件咧，市民先至能夠重新有信心咯。I think that there are thugs existing for a long time in Hong Kong. We know that fact. But whether the same chaos will spread to other districts depends solely on the action of the police. Who else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is chaos? Well, I think police should bear the bigges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AR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liaison office, should also be responsible. Because, in fact, everyone knows that this protest against an anti-extradition ordinance dragged on for months is only because the inaction from Carrie Lam. Our five demands have not been met yet. So the citizens are still waiting for her. 我想補充幾句。可唔可以幫幫市民？嗰邊嘅話，幫下啲市民先。跟住，一隻機先。外行咯。3:30 啊！但佢頭先講咗話有進站，有片段睇到警察到場，好快就走咗。喺西鐵站嘅時候，我相信身為一個正常嘅警察係唔會咁做咯。至少有一個警察企喺度，嗰啲人唔會咁樣亂打人。可唔可以再講多一次？即係尋日係咪即係有經過個西鐵站，見到啲乜嘢，同埋今日嚟到呢度有咩訴求？我即係網上見到嘅。咁你自己本身係呢一區嘅居民，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個心情係點樣睇到嘅？好激動。點解？因為元朗嘅警察完全唔理會元朗居民嘅生死，置諸不理。佢哋只係有到過場，然之後好快走咗。如果當時他們的解釋是小警察的話而逃走而走的話，是很不合理的。我相信至少有兩三個或者幾個警察站在那裡的時候，那班白衫的人不會打得那麼厲害。我要講一下那麼多。現在覺得自己安不安全？完全不安全。剛才不安全。為什麼呢？為什麼剛才警司這樣說完之後你自己聽到是怎樣？不好意思，先生貴姓。